换这一题啊，它就是说，重点它是公里、英里转，把它换算。那不过这个它不是说只是这么简单哈，输入可能公里转英里没有那么简单。它这边还有一个什么呢？他说那个一个选手哦，怎么样呢？他输入的不是小时哦，x 的话是几分钟，好，y 的话是几秒钟。然后呢，跑了多久的距离？显示出来的话。要是那个什么，输入是公里，然后呢，输出的话是英里哈。那这边会有个问题，就是说，我们一般是计算那个时速了哈，时速是多少？一个小时跑了多远的距离？那可是问题这边是输入几分钟，所以变成你要把什么分钟转换成小时，所以 x 的话哈，要变成小时，你可能要除以多少？除以60。然后秒的话变成哈，必须再加上什么？先把这个，这括号其实不用关，没关。好，不行。然后 y 的话呢，哈，假设 y，那变成小时的话，就变成分钟嘛，再除以，小时有没有哈？OK，所以秒要变成小时哇，那就加起来就是，反正先变成小时，然后再乘上它的那个距离啊，再转为那个。英里就1.6哈，那我们需要就是这个地方在就 x y 有三个，它输入10分钟25秒跑了3公里，请问时速是多少？好，你要把它计算出来哈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最后显示一样 format 前后一定要有空白，好，然后输出这个结果。那我们大概 demo 给各位看啊，大概输入就是也是让三个 x y 自己去接它。好，所以前面用那个 eValue 去接，那这个地方的话，我就输入10分钟25秒，跑了3公里，时速是多少呢？Enter，好，时速是10.8，OK，英里哦。其实如果换算成公里的话，大概就是17多吧。OK，那这要怎么算呢？首先的话，我们根据那个题目啊，第一个。刚刚有讲过 input 啊，一样是把它转型，所以上面这三个跟刚刚都讲过了，所以就大概先，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，我这边加一个变数，好，不过这个变数你不加其实也没关系啊，但是只是说你要把这么长一串公式丢到这个 format 里面的话，相对于那个可阅读性会比较差一点点，好，虽然可以省一行啊，可是你变成说你要把假设了哈，你如果不这样写。你可以把这一串有没有丢到这边来？那你会发现哇，后面一串光看到前面就昏了哈。所以一般习惯是什么呀？先在前面一行先做什么？先做计算，计算完之后把结果丢到这个 format 让它格式。那基本上的话呢哈，我们针对刚刚要的公式哈，我们先做就是。我们先把它怎么样？先除，先把分钟，比如 x 哈，进来的分，它是分钟，先除以60，先转成小时。但是这个括弧啊，其实应该是可以不用啊，因为先乘除，先乘除后，已经是先除了嘛，所以基本上，那当然你括也没关系啊。有时候我的习惯是，反正我先做这个部分，我先把它括起来，然后这个地方的话，其实 y 的部分呢，其实应该也可以不需要，因为这边的话一样，先把它秒变成小时，好，那这边刮胡，但是可能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刮，哪个地方？这边一定要先刮，好，x 跟 y 的时间，这个时间哈，你再除以什么呢？除以那个1.6哈，就是把它的时速转换成。它的那个1.6就把它转成英里啊，最后再除以它的时间，算出来的话哈，就会是它的那个时啊，里面的话大概就是一样把这个结果串一个那个 speed 等于然后前后记得一定是也是要双引号不前后也要空白，那特别是空白的位置哦，我这边好像没空到，所以记得哦，请你一定务必什么空白一下，空白一下。如果这个两个没有空白哈，它评分一定不会正确，每次常常就卡在这里哈，然后把它 format 出去，直接输出结果，看到的结果呢就会是10.8。OK，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。
所以时速哦，特别说这个是时速多少哦，而且哦时速几公里，所以其实这一题哈、哦，假如你先不要乘以 1.6 出来，其实就是时速一个小时跑几公里。那如果你再除以 1.6 的话，那就一个小时跑多少英里啦、啊、？OK， 所以其实基本上它是会做几个转换，第一个你的分跟秒要变成小时。才能算出时速，你不是说一分钟跑几公里，而是一个小时跑几公里哈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在最后除以那个 1.6 的话，最后变成英里哈。所以如果没有除以 1.6 的话，它是最后的时速哈。所以，假如说你今天它是10分25秒跑3公里，3公里就3000嘛。所以呢，如果你3000齁，以前当兵的时候，有当过兵的同学应该知道，跑3000齁，能够跑10分25秒应该是很快的。好像及格的话，现在标准一直在降嘛，10分钟已经跑到最前面了吧。一般平均大概好像要过通过那个标准要十是吧，我记得以前我们是12分，不12分哦，14分吧，慢慢好像有标准一直在放宽了齁。那 enter 过我看、如果你是跑那个10分25秒跑3000哦，时速一个小时时速是 17.3 已经快要跟那个骑脚踏车的速度差不多了哦，那已经不是慢跑了，已经是快跑了。 OK，那所以如果说你们以这一题来看哦，假如说我跑了14分25秒跑3000的话哦，时速大概12.5 哦，那以一般步行的速度哦，一个小时能够走5公里已经时速5公里已经算快的哦，所以基本上这一题其实还蛮实用的，其实甚至将来可以拿来做一些简单的计算。